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aul。今天呢，要为大家带来一个精彩的精华影片。这一场对局整整打了30多分钟啊！那我接下来的影片呢，都是用两倍的速度播放。阿 Paul 这边跟大家讲个秘密，在爬分时啊，牌组的强度固然很重要，但更重要的、是打牌的大局观和思路。就像啊，你拿到一本绝世秘籍一样，但你的基本功夫呢？底子不够强，就会变得、只知其招，而不知其精髓所在，你懂吗？自然上分就会遇到困难，所以就要多看看阿炮的精华影片，打通你的任督二脉。以后啊，不管玩什么游戏呀、你都能驾轻就熟，大杀四方啊！哼！哦，换这个，换这个，光辉，对，有光辉就稳，五胜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你在七胜等我，应该是在六胜等我，等我吧，七胜不是就已经赢了吗？看一下命运不然。拉克斯先留着，每次拉克斯都不来啊！明明有三只是吧？三只拉克斯，这牌看起来稳，稳稳六胜没什么问题。啊、大家去越过不是很好，你干嘛一定要这样？你这样我就要下乖了。哼，一起越过不是很好。哦哇！一起 pass 好不好？我们一起 pass 起来。起手一二三倍当然好了。敢说好一起 pass 要搞事。不过好好的对不对？安安稳稳的。我们一起到后期对不对？看太阳，看星星，好不好？看星星，看星星。星星对我眨眼睛，看美丽的星星，干太卑鄙了吧？太卑鄙了啦！像这样干，逼我代替月亮来惩罚你，我要代替月亮来惩罚你们！啊，干偷我的牌，我操！再偷吧！哇，干又在偷！哇，底哇！哇，这个哇哇，不是吧？感觉怎么有点不太妙？是不是？先拉一个进攻，好不好？我居然没有一个六倍的法术，怎么会这样？不要偷走了吧！不要，干不要这样啊！瞎鸡巴乱套欸，我靠，七五啊，什么东西啊？欸，有法术嘞，不是一堆吗？不来就不来，要来一起来，看，很坏欸，你晕我，那换我晕你，来啊！欸，晕了还可以打吗？大家拉我出去可以打吗？可以吗？我不知道欸，这好像没遇过，像会，可以吧？我只有被干的份吗？那他怎么不进攻？对不对？他怎么没进攻？看我要六号法术怎么都没有，太扯了！哎，这个真太浮夸了，浮夸到不知道怎么玩。Music, 强势登场，立即下载 App， 免费使用。拿两个绑架就好打了，说。我把这 all in 凶他一波嘛，他妈生气了，干我妈他妈生气了，下期不要乱打了，受不了了。有那么卡的这种事情会发生？那我失去了理智，你知道吗？啊干我这个不用套啊，套错我这个要用这个单哦，哎打错了，干亏咯，那算了，打错了，那我们就不单了好不好？保这个有意义吗？不保这个，可是我现在手上没法输，保这个好了。
我看到他爸。What？ 哇靠，闪光耶！哇操！看他把闪光偷走了，靠！再扯一点。扯一点啦、啊！看我法术还没有，真的很扯哎、欸！看我现在好扯哦，不掉费法术都没有。很小。那是三小哎、欸，拖到我闪光也是真的厉害。六费的法术，拜托！哇操，终于干，放得出来吗？底子会被他偷走啊！看底子被他偷走，真的是，我的宝宝啊，你叫宝宝，拜托不要偷到底子啊！几率蛮大的、欸，被抵一个真的是。完蛋、欸！没有、啊，居然没有、啊，有机会了！先把他抓起来，用这个抓，拜托，抓起来！他有着急吗？我好像赢了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把他这个喷掉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机会赢？先喷掉，看他有没有办法。那我可以对他主包造成伤害，有没有机会？他可以挡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他可以挡四只，我这边有六只，他可以挡四只，四只爆啦，对不对？他就没办法去挡这个光之守卫，对吧？应该是没办法挡。可是如果他有一张法术可以解得掉的话，那就危险。我这可能就送掉，然后他的那个就出来了，麻烦。他剩两费，剩两费他有办法吗？他赌了啦，那牌面也太恐怖了。这样子他只能挡四只嘛，对不对？他肯定死了。还是要那么拼吗？算了，不要，刚刚太拼了，靠背啊，刚太拼了、啊、他招能解掉我就直接爆了，算了，打稳一点，我就不该进攻了，可是拉不回来了，打稳一点不该进攻，赌啊，看来不及了，龟缩了，看，对啊，我刚该赌了。我打错了，他牌那么多，我刚该赌哦，太多，他牌太多了，他没赌，像跟智障一样。这边的智障。备战是三小，这边好像单欸，翻一个，不然他把我拉走麻烦，其实可以不用，让他拉，算了，应该要打，浪费一脑亏，应该不会进攻吧，他不会那么傻吧，而且我刚刚真的该赌，上一回合会说了，
我操！你假的他进攻了？不知道这假的他进攻？真的假的嘞？拍身哎，人家拍身，他拍太多了。送头。他一定想救这只，对不对？他一定想救。不行，我一直要打积极一点，不然一直挂我。挂我会挂。最后，请大家从目前地处隔离，也是检疫的亲戚朋友支持加鼓励。我想想，你们想干他那只？我想算了，他到底会变多大只啊？我来看一下。是不是要把立命单掉？他等下到底又变怎么样了？哼！看看，看一下，看等下出什么？好难打 ，buff 的发费牌吧。哇，怎么是这张啊？难过了，这牌好多哦。刚刚那个人真的要平，你们也是太大只，我干 ，all in 呢？真的假的 ？all in 呢？有个机会吧，啊、不行了不行了，要单，快升级，要单了要单了。本来想，这哥吸个血，会不会送头？单挑送头。还是死啊！拜托来个大废的，就有机会。大废的，像鸡鸡对不对？像那个什么一样大。大一点，拜托！大费的，大费的！看，真的跟他告赛了！看来个六费的就好打了哦，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被右上角了。不怕到底花小了，哇，还有匿名啊，突然都会好像爆屏了，爆保护线突然爆掉，好难过哦，被你们难过过，又一个，又一个拉霸机器人，要逼我，我冲哦，我会冲，我跟你讲，要气人太甚，哇，那个大刀解不掉哎、欸，好大，行，我撑下去，可能有机会，哇，他的弗朗姆升级了，快快抽完嘞、欸，哎、欸，搞不好会赢，他都没在注意的，是不是？他都没在注意耶、欸。这个拉克斯一档送掉，好吧？有机会哦，撑下去。他完全他都没注意到了，不是？你就硬撑的话，死撑活撑。怎么样？撑住了，我们可以撑住啊！撑住，撑住！再招两只，有没有？他怕死了，他怕死了，好啊，我也直接怕了，好吧、啊，好凶哦，撑住啊，哎、欸，他剩他还有一回，我们还是顶住一回合，那顶住一回合就有机会了，他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，
好像要全部上去挡了。再来一张这个我就稳了。哎，打错了，他的布朗姆摆错了。有就认了，我们现在只能这样，就是等他牌打完。他搞不好他这时候下一张打了，有没有可能？你觉得有没有可能？他搞不好就想让他的这个逆命升级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没有消失哎、欸，以前是会先消失不是吗？怎么没有消失啊？那就杀他的牌了。但是拉克斯还下不去，糟糕，帕斯啊！哎，真的、欸，欸、不行了、欸，让我不要用五神棒上去打。紧张了，哎、欸，他直接拉攻击了，好玩玩玩。可以有可以赢，哎、欸，我们看到最后，看我们赢了、啊，对不对？那要赢嘞、欸，好扯哦。我居然要赢了，好扯哦，这赢的真超扯，可以捡精华。哎、欸，他自己抽牌。他自己狂抽哎、欸，那为什么他放个三张牌进去啊？看，为什么他摆三张牌进去？要把他匿名抓起来，他刚刚塞的是匿名，对不对？他怎么可以塞两张进去？不懂。哎、欸，他死了，他下回就死了。啊，我刚刚该下吸血了。他下回就死，我刚刚要赌了。嗨，教练，他没办法打我珠宝三 D 啊，那就爆了。我刚刚该吸，再下这个吸下去了。那下回稳死。打错，打错，不会这样吧？哎、欸，啊，爆了，他爆了，他爆了，他居然赢了，超瞎的啊！居然赢了，拖到对面死，拖到死。看笑死！好扯哦！有这种事啊？好，这集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的朋友，不妨帮我点个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小铃铛。究竟这副套牌到底有没有爬到七胜呢？阿炮下一集会带来更精彩的实战对决，千万别错过了！感谢各位哥们的收看啊，我是阿炮，我们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